哇，这个是超级梦幻小心点，超级梦幻小心点，嗯，一点点没有冰了哎，嗯，你确定没有冰了，爸爸？那我们给它打开来看一下。那个蜡笔小新没有冰了，从这里。这样子，哇，蜡笔小新耶！打开，要打开吗？哇！我们打开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蜡笔小新小礼物，我开一下看看，要用剪刀，嗯。嗯，要用刀片吗？这个是剪刀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有什么礼物呢？哇，一个蜡笔小新，还有小葵，然后这里还有小点心。哇，这个是星星形状的耶。嗯，嗯，是巧克力口味。嗯，让我吃光光。嗯。那，啊，给你吃，你分妈妈吃。妈，你要趴下才可以吃。妈妈要趴下才可以吃吗？你也趴下，眼睛闭起来。不要咬到我的手哦。嗯，要吃这个蜡笔小新的小心点小点心，因为它是什么形状的呢？星星。你拿给我看一下吧。哇，这样看不到，要拿出来。这个是派大星吗？不是啊，嗯，嘿嘿嘿，你不吃了，这个蜡笔小新点心不太受欢迎嘛。我觉得不错吃啊，偏偏依依说不吃了。对啊，卖的超贵的，完全就是。